再来看国民党立委马文君、洪志康泄漏呛水男的机密，争议是不断。国防部长邱国正去立法院报告，民进党团提出临时提案，将对机密的会议要求讲，所有人员袂当扎手机录音设备，嘛袂当把相关的内容抄起来，嘛爱接受驻警人员用电子探测来检查，嘛是爱签保密册结束。好。要静音哦，不然等一下这边很吵。把手机放在应急场保管，国秘书签契约书，立委才能进入议场，落实保密原则。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更任江南泄露秘密案，国防部长邱国正十二号立法院备询，民进党立委罗智正临时提案，要求机密会议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，未使扎手机啊、录音器材这些通信设备，未使抄录机密内容扎出场外，而且应该接受驻警人员用电子探测检查，搁签保密契约书。予人解脱是马文君的条款。国民党陈以信认为临时提案要强行通过，这是违反天书。民进党王定武颠倒口舌，陈以信护航马文君，双方一直在论战。我要求在这个地方加入第四项，所有与会人员不应该在脸书或个人社群媒体公开机密会议的内容。王定宇，我就说你今天的重点，我告诉你们不应。我要求加入大嘴巴条款。民进党团总召郭建明加国民党团总召詹明总达成共识，就议会各委员会的保密规定要进行调查协商。不过台海情势正紧张，国防报告强军加强绕台次数，强基去年每个月绕台280多台，今年增加到每个月380多台。每天从早到晚没有停过，好吧？我们并不抱着很乐观或者极度悲观。柯国正表示，中共想要加兵力范围突破第二岛链，也加速第三者航南福建和海市。另外，以巴冲突越来越激烈，以色列点遣48点钟动员300万的后备军人，咱国军敢有法度有同款的能力呢？动员已经有这个规划哦，它会分批，所以我们也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啊，就做研理。情报工作真的很重要。对国防部修订禁闭军事投资案，会使用第一预备金来支援，无需要经过立法院审查，也引起议论。柯国正是讲，动用必须得到行政院核定，立法院若是感觉有问题，会当专做审查，未趁机会被通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